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二月七十号，旧历的正月十一，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广东部为七十开始连续五天受理党员登记参选，不只有竞争是真激烈。我来看一名布农族的妇人人哦，参加新春团拜，现场看到有这器官捐赠的单位，就去签同意书，结果抽到上大奖电冰箱。较早中华高农外销拢是各自拍拼，中华关高瑞生产合作社就要把这高农的力量哦集合起来，扩展外销市场，增加高农的收入。好，来讲今仔新闻来头一条，来关心政治方面的消息。民进党关议员乡镇市长初选领表的第一天哦，就有真侪党员来完成这初选的登记，竞争是真激烈咯。这民进党中华广东部嘛，乐观来预估，年底选前哦，除了关议员当选的这些数会来增加以外，乡镇市长的部分26乡镇市有信心会来过半数。用点钞机详细甲金额算互清楚。为着争取年底县议员甲乡镇市长选前的政党提名，十号开始，民进党中华广东部开始受理党内初选候选人登记。广东部主委罗冠表示，年底选前唔若县议员席次会来增加，乡镇市长的部分有信心会来过半数。啊，这边的登记的这个乡镇市长吼，大家拢是强吧？啊，有可能吼。咱的过半，差不多目前有预备来参选的将近16个咯，将近16。初选登记头一天，有参选人找现任立委徛台邱声势，佫较甲拄满20岁，还佫咧读大学的早囝，带来加入民进党。民进党长期在妇女跟这个青年这一块啊，这个相对比较起来相当的弱势啊。那因为从小，小孩子耳濡目染。所以他今天啊，在爸爸登记要参选云林区县议的同时，啊，他也跟爸爸表达，他来愿意来加入民进党。谢谢爸爸，就是一路上栽培我们这样，然后也对我们就是照顾有加，对啊，然后很支持他参选这次的，就是彰化县议员，对。民进党中华广东部强调，初选登记头一天就吸引这么多优秀党员来登记参选，这也代表民进党的人才相当多。这礼拜五登记结束以后，就会开始展开民调作业，预估整个提名的作业会在3月底来完成。大专新闻中，这两中华彩虹报道。好，继续来看，好心真正会有好报。一名布农族的妇人人哦，讲初九参加中华县政府原住民的新春团拜哦，看到现场有人伫咧写这关器官的同意书，就马上过去写哦，想袂到才拄写完哦，就抽到上届大奖，互伊是真欢喜。中华县政府伫中华原住民生活馆举办103年原住民新春团拜，主办单位真大心，伫现场举办健康检查，也阁有原住民的行山地定美食会当享用。来，好，谢谢我们。我们以部落为主主轴哈，我们有许多精彩的呈现啊，让我们所有的原住民好朋友在各方面也都有非常丰收的一年。活动上受注意的就是摸彩，副馆长柯承芳蒙出大奖的时阵，台顶台下的气氛是大家最高点。只是中奖人家己算唔知影抽到大奖，因为伊拄好咧签署器官捐赠卡。因为我本来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去用这个方式啊，刚好健康看到我就给他签这样，也是因为运气很好吧，好开心哦。吴小姐强调，妈妈和小姑都因为疾病等不到器官移植来往生，她决定无私捐出自己的器官，帮助需要的人。想不到幸运抽到大奖，这也印证“善心有福报”这句话，而且是马上就回报。大家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另外来看，咱台湾人真喜欢吃香菇，为着咧和美镇的高瑞生产合作社，就成功哦来打造出优质的品牌，甚至是外销到国外去哦。为着要来打响品牌，业者嘛积极要来转型加升级。不过，这个头一件上界重要的关键，就是需要政府专家的协助加全力支持。彰化县的杏鲍菇定制种的菇类生产是台湾第一，农民甲业者透过合作生产的方式，稳定菇类生产的数量甲品质。尤其这年来，更加是致力建立优质的生产履历制度，透过认证达到消费者的品牌信赖，嘛渐渐建立起彰化菇类的品质甲口碑。我们彰化县菇类生产合作社的菇啊，目前都有这个生产履历的验证，还有有机栽培的验证，啊，也有 CAS 的认证，啊，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品质。目前除了供应我们台湾各超市、啊量贩店，啊，还有传统市场都有固定的经销商，我们也积极开拓香港、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的这个市场，在今年的销售量都成长非常的大。业者以高品质的品牌实力打开国内的菇类市场，也努力扩展外销市场。虽然面对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业者同样是继续打拼。目前我们也面临到一些成本增加的压力，这一次这个油电涨价，还有一些这原物料都涨得非常的多，我们的成本大概增加大概在 50% 以上，但是售价并没有增加，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这个品质，还有我们的采收量，来这个因应这个成本的增加。台湾农业面临转型加升级两大难关，各县市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彰化嘛已经有高瑞生产真好的条件基础，业者伫扩厂加行销各方面都需要专家政府的协助，将这个产业更加壮大的发展落去。多彰化新闻淡水何美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这元宵节哦，鹿港镇公所是来整合社团庙宇，举办万人霸队顶头游街和鹿港的活动，嘛要带民众哦，摕着这个锅仔顶来采街闹元宵。是幸福的亮点，每个亮点都是爱的力量。情人节不只有一天，2014的2月14开始，浪漫花灯已经准备好喽。爱你一世，2014台湾灯会在南投。我走过，我了解。我愿意创志豪无同款。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洽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欢迎来到 Google 这处兵，捷足先登中部30分钟生活圈成型 ，Leader among leaders。眼光精准，王者之王，投资宜居，
严选彰化，立足彰化，幸福城市。欢迎收看新闻的现场，我是林佩音。明仔是拜二，嘛是古历的正月十二。根据这通讯记载哦，明仔在围攻在正南方，何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哦，下节祭祀加彩纱。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花坛文德宫白沙巾迎新牌活动，十四号、十五号两天哦，将会热烈来展开。到时阵哦，这几个花坛乡的大街小巷哦，是热烈滚滚，全乡的乡亲嘛拢会摆香案迎接这福德老爷。老爷的迎顶牌活动是花坛年度盛事，每一年拢是吸引乡内各庄头甲机关社团来参加。掌声鼓励我们乡长的灯牌。灯牌加到愈悬，福运就愈悬。官方资料已经有169年历史的花坛白沙溪迎灯牌活动，是台湾历史上悠久的元宵节灯会。活动过程唔啊保有着清朝时代风貌，而且每一年都会加入新的创意。那我们在今年呢？刚好农历的正月十五是国历的西洋情人节哈。我们欢迎大家各位天下有情人一当跟咱的心爱的另一半到我们彰化到花坛一起来赏花灯，来看我们灯牌的文化。花坛乡公所配合今年夜灯牌，对十四号礼拜五开始，就一连串活动要伫文德宫进行。活动最高点夜灯牌，也是对文德宫集合点灯做会出发。我想不是甲花坛人，嘛是做彰化人甲台湾人共同上重要的文化资产，所以呢，希望讲大家吼，会当共同来甲保存吼发扬，邀请迄天会当来阮花坛文德宫来参拜福德老爷，博平安发财金，来赏花灯、迎灯牌，吼，这我想这是清朝的古灯，是全台独一无二的吼，是甲花坛才有。主办单位强调，已经有169年历史的迎灯牌，甲一般元宵灯会有真侪无同的所在，更加有真深的文化传承意义。大众新闻电视梁中华彩虹报道。元宵节伫要到啊，鹿港镇公所伫咧二月十四号，嘛要来举办这百堆顶头庆游街哦，五方土地和鹿港的活动。欢迎小朋友哦，伫咧元宵节当天，摕着这个挂灯来参加游行的活动。老热的跳高顶演出，从十四号才要举行的万人夜灯彩街气氛是差甲热不喷。鹿港镇公所伫咧元宵节当天暗时六点半，要来扩大举办元宵彩街活动，邀请百外顶头结合民俗宗教社团来热闹过元宵。做这个顶头吼，顶头的部分吼，包括像跳高顶啦吼，擂高顶啦吼，有祥狮献瑞吼，会再讲一寡传统吼，咱鹿港较有名啊一寡这团体。咱从台邀请，伫咧活动当天，福德宫五方老土地卖到的出巡，发送钱母和乡亲买米赚大钱。现在呢，上每一个人呢，有一个一个招财符，招财符，沿路呢，我们就会说咧招财呀，咧聚财，就是爱用红包去甲福德老爷来交换，然后活愈济，赚愈济啦。缤纷色彩真梦幻，阁有小翅膀造型的鹿港龙尾提灯，限量2000趴。十三号开始伫咧文武庙来开放设处。龙马灯笼吼，那龙马灯笼
咱是吼咱小朋友自己来 DIY， 到时吼你家贴阿家爷爷做，而且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各种的小翅膀吼，起码小朋友会知吼，大家从真欢喜吼，要来投这个灯笼，但是我们数量还是有限，而且吼，过来咱所有听众朋友吼，来咱所有观众朋友讲吼。但是伫咱2月13号晚上7点在文武庙这边挂送。欢乐的鹿港菜粿迎元宵，民众共享盛举，嘛让元宵的气氛是愈来愈高。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同款嘛是元宵活动的相关消息，新港花园宫加新港国际冬至会14号拜五，讲要伫花园宫的广场举办庆元宵的晚会，现场是来准备这500项的奖品，要予乡亲来摸彩，卖发送这2种古锥造型的果仔灯，来彰显这热闹庆元宵的庙口文化。传统的习俗当中，过完元宵节才是新春过年的结束，很多人也都期待元宵节夜果仔灯的趣味情景。新港国际冬至会和花园宫将在元宵节暗时6点在花园宫举办盛大摸彩晚会活动，现场也将赠送金马公民果仔灯，增添元宵节的气氛。元宵节吼，也嘛使称作这小过年吼。啊，咱新港花园宫吼，每一年吼，啊，拢伫遮有举办这个庆祝这個元宵节吼，猜灯谜大型活动吼。所有的乡亲士大吼，拢会当做伙来参加吼，啊，增加这个过年的气氛吼。星期五正月15，咱来庆祝元宵节活动。啊，咱有摸彩，迄里面有大型的冰箱，啊，大型的这个电视。啊，个礼品啊，4-5百啊，请大家安尼欢迎来参加啊，咱这回元宵节活动。花园宫主委表示，元宵节夜果仔灯、药灯谜活动是真传统的庙口文化，希望透过摸彩晚会，增加在地闹元宵的过节气氛。这元宵节就是这个文化，就是这个庙口文化，加这个迄个民俗活动啊，这个、文化呢。啊，这文化呢，是在咱这个一地人讲一年一度，一地人各地的延续，各位先生大爹，大家共同来参加咱这个正月十五这元宵节，啊来抽大奖。新港花园宫庆元宵晚会每年拢吸引上千人来参加，今年两款造型的金马公民果仔灯拢真古锥，又够丰富的大奖会使摸彩。大中华新闻淡水新港采访报道。讲过了后，带乡亲来去这新港花园宫哦，看才有一卡20-30年历史的这赛金箱哦。因为外乡特殊哦，常常引起信众好奇询问，马上回来。阮花旦赢金牌，自道光八年，皇帝钦许，依照北京城赢花灯。到現在已經有186年的歷史，元宵節上元暝，邀請所有朋友來阮花壇本德宮參拜福德老爺，博平安發財金，收花燈，贏燈牌。均頭執政5大保證，當選後財產信託，年內財產80%捐出做公益，年內無盡量3等親人，個人若貪污不法，馬上落台負責，推動捐贈，創造人民福利。优秀人才无分党派族群，适才适用，请支持黄俊涛。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洽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行过中华这么多所在，从民真正了解咱乡亲的需要。我看到中华欢迎的未来，民意优先，欢迎中华，咱做伙来打拼。你的支持会当改变咱中华的未来。馆长，请支持林聪明。
中华新闻和新闻介绍来看民众到庙来拜拜，这家家哦拢会添一挂香油钱。不过乡亲哦，敢有注意过这挂藏钱的箱啊？哦，这写法讲有真侪种哦，其中哦，伊这晒钱箱哦是上界罕见的。伫这新港花园宫内面哦，就有一卡讲已经有20-30年历史的这晒钱箱。另外，庙方伫这箱啊的边啊，佫有藏这平安珠甲信众来免费结缘。新春期间，真侪人会到庙来拜拜，香客一般拢会添油香。不过，这个油香箱啊，外面却是写着“赛金箱”，真侪人唔知影这是啥物典故。这不是比赛捐钱，是信众来拜拜会主动加捐一点，对妈祖灵感保庇的感恩心理。啊，龙游时代，那就我即卖添油同意思啦。啊，伊是讲啊，咱即卖创着赛人钱，啊，咱即卖问题是讲来看到咧，信者会讲啊，无咱加甲添一丝啊，哦。哦，妈祖做经费，啊来办一寡在即个活动，还是讲妈祖有当要建设，要添10块，要添20，卖使添，要添50，卖使添的，啊，看伊要安怎添，哦，因自由去添的。花园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所在，有准备真侪种色彩的平安珠，免费给民众扎灯去挂平安。你之前有看过吗？没有哎，感觉还不错啊。还不错，很漂亮。很漂亮，嗯。新港花园宫嘞。啊，这平安珠，咱前早就设的吼，平安珠咧算几多十色，啊，随在咱这信众来选择，啊，即咱是信众以自由来选择，啊，咱无甲信众收钱的，这是了信众大家特登来挂平安的安尼。新港花园宫受到真侪信众的扶持，庙内沿用古早赛金箱的讲法无改变，又搁分送平安珠甲民众结缘，拢流露出真有意思的庙口宗教风俗，搁有浓厚的人情味。民众若是有机会来拜拜，加观察到真侪新发现，加询问庙方人员，卖得到真侪知识，搁有人文风俗的体验。大中华新闻南青新港采访报道。讲到台湾司法家、司法大师吴兆勋的地位，会使讲是一定一的。这回啊，吴老师是特别伫在鹿港乡客大楼的乡土广场举办司法展览，除了展出这几年来司法作品以外，嘛希望借此来推广司法文化。司法大师吴兆勋将南管音乐口诀定静慢用司法字来表现出来。这三个字呢，定静慢就是我们南管音乐的口诀。定静慢，我很高兴把它引用在我们学习书法方面，能够啊身体定下来，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动作笔画线条放慢下来，啊，然后才能够书写一幅好字。另外，社会青少年流行的话题淡定吴老师，嘛用书法的立体、目睭的清澈，展现书法奥妙的世界。用一个书法比较清淡的颜色来呈现，那淡定呢，就用比较深一点、稳重的颜色，像那老生入定的那种效果来呈现。在传统加古典当中找出创新，精通楷书、行书、草书、古篆以及隶书的吴兆勋大师，展出将近30件的作品。有很多的名言佳句啊，我们就是书法除了给我们这个视觉上的感觉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啊，它有这些墨色变化。还有线条点画啊，点画跟线条的那个质感哈，那个劲道跟力道哈。吴老师的书法作品将展出到元宵节结束，乡亲有机会不妨到鹿港天桥宫的乡客大楼欣赏书法作品，放松心情。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过来来关心今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总交易量是140公吨，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10.1元。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菜头上价6.7元，中价5.5元，下价3.3元。各类菜上价6.6元，中价4.8元，下价3.3元。包心白上价5元，中价4.3元，下价3.5元。葱头上价18元，中价15元，下价12元。红玲玲
上价10元，中价7元，下价4元；菜心上价12元，中价9元，下价6元；花椰菜上价9.5元，中价8.5元，下价7.8元；卡玛豆上价20元，中价13元，下价6元。菜花上价53.3元，中价52元，下价47元；葱啊上价20元，中价17元，下价12元；火龙豆上价35元，中价26.5元，下价20元；冰豆上价70元，中价50元，下价40元。寒流发威哦，加上华南分雨区的双重影响，乡亲有感觉到这个天气是又个湿又个冷哦。这款的歹天气，讲会维持一礼拜哦。另外，今日暗时到明仔透早，是这波寒流上介强的这个时间点。乡亲出门的时阵，这个厚的外套哦，一定爱穿的哦，才袂起冷着。到了一礼拜时哦，寒流虽然有小夸来减弱哦，但也是真冷哦。到这拜五元宵。在东港哦，温度上低，嘛只有11度，湿冷的天气哦，爱到这个礼拜才会来回温。好，继续来关心详细温度预测。就是今日2月初十的台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家中风，肺爱痛，肺路未通，就是肺路肺苦。会做心癌菌安尼，硬症，头晕目眩，脚麻手臂，胸坎杂塞。甲你清肺油，通肺路，稳定血压。防止肺爱痛，予咱健康万事通。防止肺爱痛，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防止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防止明目丸上好。家中风，肺爱痛，肺路未通，就是肺路肺苦。防止肺爱痛，甲你清肺油，通肺路，稳定血压，予咱健康万事通。防止肺爱痛，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防止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防止明目丸上好。啊！学生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啊。遐唔较简单，食代向丸就好啊。来这款年岁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食啥货？红枝代向丸啦。食代向丸就对啊啦。阿哥阿嫂，为何啊心？
超烦。啊，都胃酸、胃酸稀，努力啰嗦的镜头对掉掉。红心加味菇藻丸，补血、调血又养血。菇菇藻膏解心烦，养血够元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到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菇藻丸。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让你脚有力哦。红心大雄丸，红心大雄丸。